Hello, Only Lady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彦俊。非常的兴奋，然后什么东西都很新鲜，然后很好的看完了整场秀。对，现在有一种下班的感觉。今天走的是一个低调中的带着高贵的，就是穿着高领这样。对，然后其实脖子有点勒。对，然后过程中其实有点紧的，但还不错。第一次尝试，觉得蛮开心的。最喜欢的时尚单品，最近在看一些饰品，银饰方面。最契合的点，首先它非常的有活力，然后很青春，很年轻，所以包括今天看整场秀都感觉蛮有活力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蛮好的。最近比较想尝试的风格，今天我看了很多豹纹的东西，所以我最近有点想要尝试豹纹。最近的新的规划，接下来会有一些作品持续给大家看到，然后接下来应该最快的跟大家见面的应该就是我的单曲。中秋节就是会跟家里人 FaceTime， 然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这样。对，继续工作，没错。首先我这个人非常讨厌五仁，对，那个东西我非常讨厌。然后我喜欢吃的是有蛋黄的月饼，应该是今天去的那一座吧，那个叫世贸大厦，非常高。对，谢谢。